好，说到这个选举呢，因为刚刚明贤哥其实以前我们都跑过总统府，我们都知道总统出门就是需要怎么样，要交管，要维安，他的这个特勤中心的人员啊，包括甚至当地的警力、地方的警力都要配合，在大约两个小时之前就必须要先就位了。所以呢，现在呢，是不是因为蔡英文总统太常到各地去助选，以至于全台湾的警察现在通通都在做总统维安这件事情，然后都没有在管理治安吗？这是最新破获的一个案子，就是台版的这个所谓的人肉猪仔啦，好，照片都看到了，这警察攻坚进去，看到有这个抹布啊、塞嘴巴的啦，哈，叠在一起的啦、绑在一起的啦，甚至有一个女生哦，说她看到镜头的时候，露出的是满脸惊恐及哭红的双眼，但是她不敢出声音，哈。那 PTT 上面就有留言说，看到这个影片。但是呢，民进党还是怎么样？酒照喝，舞照跳，政府忙选举，也没有高官震怒一下。以前还可以呛马英九，对不对？以前反正就是以前马英九执政之后，不管出任何事，就会马英九出来负责。马英九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马英九，你真的太软弱了，你看连警察都管不好这样子，就是现在连呛下都没有，连版面。网友想要找一个可以呛下的版面去留言，他还找不到，真的是，民进党有加西丁，就是要继续这样死忠嘛。那当然，桃园市议员梁维超他也说，警方到底在做什么呢？又有之前又传出什么警界的高层怎么去跟黑道喝酒的，然后呢，现在又有很多的这些社会案件出现，但是警力难道真的都是在维护这个蔡英文总统他到处去助选的他的人身安全吗？那老百姓的安全谁来维护呢？警察、人民的保姆是小英的保姆还是人民的保姆？民众觉得好恶心哦。那贤哥，你觉得呢？他现在到底是谁的保姆？我觉得警察其实我们不是怪警察，警察也很委屈，对不对？你也知道，两个小时之前就要出门去交管这件事，没错，他们也很辛苦。但是现在因为这样，变成民众跑来骂警察。那其实我觉得我也很替这个警察人员觉得说也很委屈啦，哈，对不对？我刚刚看到街坊在介绍，其实我昨天看到新闻，看到这画面。我以为，这不是在柬埔寨吗？这怎么会在台湾啊？之前不是讲说柬埔寨被人家骗去当那个猪仔，然后被人家囚禁，然后被你看跟大家看这个镜头，看这个画面，然后抹布塞嘴巴，然后活人像畜生一样堆叠起来。我看到我也吓到，这不是在柬埔寨吗？后来刚刚介凡一讲，然后我看报纸一看，拜托，这在桃园青埔，哇，了不起，恐怖，所以大家讲说民党在抗中保台，说哦，明日的香港，今日的台湾，然后台湾是不是变成香港，变成乌克兰？没有，台湾还没变成乌克兰之前，已经先变成柬埔寨了。这曾几何时，怎么想象说活人跟畜生一样想敌啊？那挑社会，然后跟肉票一样，还要相那个捆绑，然后那个手铐扣起来，怎么想象得到啦？拜托，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难怪网络上有人讲说，蔡总统不要装睡了，装睡的人叫不醒。第一个，我不认为说这是因为总统助选维安全部都拉去帮蔡英文维安了，这当然两回事了。总统维安是特勤维安，当然警力有资源，可是我觉得说这个是不是第一个警纪的问题，我们的治安怎么去解决了？当蔡英文连任上来的时候，蔡英文讲说要终结黑金哦，要杜绝黑金。每次蔡总统来讲，民党都在批评说：“啊，你国民党的黑金呐、啊，国民党过去执政就是黑金治国啦，跟黑道绑在一起。”可是我看了这几个事件哦，警大的校长啦，过去曾经跟黑道一起喝酒啦，然后现在又有警察的侦查员去推牌酒啦，然后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台版的柬埔寨的这个案子虐囚案，这个你看怎么去查啦？所以我觉得现在黑金治国是现在进行式。那你蔡英文不用出来讲话吗？好歹好，你辅选很忙，好歹你的脸书请小编写一下，我要如何终结黑金，我要如何杜绝黑金，我要如何改善治安，讲一下啊。你至少你要有措施吧，你的任期还两年多，
我真的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画面哦，老蒋，这大家有小孩的哈、哦，跟戒完一样，大家为人父母的，你不会紧张的要命吗？那为什么到处查得到黑枪，甚至连警察的高官、警界的高官都可以跟黑道绑在一起？如果这不是黑道进行式，不是黑道治国进行式，什么是黑道治国进行式？拜托哦，包括苏贞昌院长，包括蔡英文总统，不要装聋作哑。治安是人民最基本的一个期待的、最要求的一个基本的防线。连警察都跟黑道混在一起了，然后这个治安事件怎么去查？我觉得蔡总统哦，不能完全装聋作哑，不能不讲一句话，不能继续装睡了耶。有啊，蔡总统有讲话啊，你知道他最近的那个脸书啊，都每天都有在更新啊，为台湾鼓舞，耶，动算加油哈，每个县市他都会帮大家大团结这样子，他都有讲话，只是他都没有讲到相关的社会案件，所以也让很多的这个网友觉得台湾这个民进党政府很恶心，因为你一直讲要终结黑金，要打黑，对不对？然后还派了什么这个去中南部查贿选，什么都做了，但是你自己呢，真的有让你的警察真的有去抓黑道，或者是在保护人民吗？好像透过这一张这个，今天的柬埔寨就是明天的台湾的感觉，让民众觉得好恶心，政府好恶心，哈，怎么会讲的话都跟做的事不一样呢？哈，这是这个网友的看法。晚上睡不好觉呢，跟阿比一样呢，浅眠的人呢，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现在赶快上，快点购，还有优惠抢好康哦！